今天一定要这一首歌，我们是大家研究了一下，嗯，爱情列车长，哦，爱情，哦，太正点了，这个太正点了，太正点了，要不要动感？可以现场给我们来一下，可以啊，那也有带，也带四个舞裙，哎呦，还带四个舞裙，太棒了，一起来欢迎杨凡，哎。为我的爱情找个可靠的终点站，他们却说爱情列车已经可和慢，每个人都把幸福挂在脸庞，为何独独缺我的票一张？爱情列车上几个空位难不难？可靠的终点站，他们却说爱情列车已经可和慢，每个人都把幸福挂在脸庞，为何独独缺我的票一张？爱情列车上几个空位难不难？只要是不哎，欸，还有这一段，还有比加戏的加戏，抢凡哥的麦克风，还加戏冲过来说是要唱一次。来，宪哥，是不是 ending 还没在我身上？还有，还有，老师快点。加强大腿，兄弟，哎，等一下，好，警察你姐，好，这个老艺人果然值得肯定。哎，这边最好要讲老兵不行了，好吧，只会渐渐凋零了。没有，今天真的太开心了。欧弟有一首歌，因为你对欧弟有特别不一样的感情，对呀。如果说瓜哥是我的师父的话，那凡哥不用说，就是我师母。都是跟凡哥讨教，然后他也不像有一些那个前辈会吝啬，就是不教啊，然后什么他什么都教我，对对，我的费玉清所有的一切都是跟他。其实他教你有一点后悔，什么什么，因为他当时觉得你不会是个料子，教这些你也学会，你也没有办法赢过他，对，没想到教了以后，哇，养老鼠咬裤带，没有，还是赢不过凡哥，青出于蓝他还胜于蓝，没有，真的，他要一首歌来对你。这个致敬是这个歌叫做杨凡，哎呦，哎，不一样的巴萨诺瓦，哇，
斯罗受了一个一首歌，他有巴塞罗马这首歌，感觉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。哎，奇怪，你在坐在那边，我怎么觉得被吃掉，好像一个超级巨星啊？他是哪位？哪位？已经是了，但是比较像哪位？经常在新闻里面有出现，有出现过吗？对，哪位？金正恩。喂。前科医疗科技，连出门杀了一几万。对对，我想信这段，这段是什么话？这是韩国话啊，韩国话，因为你穿这个衣服特别有感觉。